好，经常回到台湾，彰化县的高丽菜最近盛产，批发价格是跌破了每公斤4块钱，根本就不敷成本。很多的农民现在干脆弃收哦，开放民众来免费采摘。不过来到市场呢，高丽菜的每公斤还维持在8块钱左右，而超市当中还有18块。只是这样的价钱，农民根本感受不到。